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至3月8日止展出阿读郑正庆水墨画展。郑正庆老师擅长水墨人物画，作品运用西方写实，融汇东方笔墨，扎实的传统笔墨功力，保留古典人物造型美学与素雅风尚，曾应邀赴多国展出，获奖无数。欢迎大家来参观我的展览哦。我这次来呢，以呢中国的水墨为做主题的吼。水墨人物是咱中国画内底真歹画一个主题吼。我这边完了有真侪题材是完了社会教育意义的，譬如讲有一张是铁杵磨成绣花针。这张图是对社会有教育意义的一张图，这是中国人物画社会教育有艺术的一张图。其实嘛，真侪图嘛有这个教育意义，讲下真侪故事给大家听的就对啦。彰化生活美学馆哈，这个档期啊，在年后啊，非常荣幸邀请到郑正庆郑老师来为我们那个策划这个展哈。那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对郑老师都非常都很熟悉，不会陌生哈。那他本身也得过非常多的大奖，也到海内外，包括四大洲哈，都有他的个展的一个记录。那我们知道郑老师是水墨人物的一个大师哈，他的人物啊非常的传神哈。那他这次展览的主题是阿读，那其实阿读就是传神的意思。那我们欢迎中国的地区朋友在这个档期一直到3月8号来目睹一下那个郑正庆郑老师传神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画工。知名现代水墨画家郑正庆用彩墨描绘，以线条梳理，抓住人物的神韵，将气韵提升，笔画交叠中运化生命的全然意境，并以工写的笔墨表达中国水墨画人物的人文情愫特质，也将人物神情的表现与水墨氛围的营造娓娓呈现。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。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。